欢迎来到本期全球私人岛屿系列。如果您曾对巴哈马的 Royal Island 心生兴趣，却因其庞大的430英亩面积而犹豫不决，那么本期我们将为您介绍一块不可错过的宝地 Jewel Point。 Royal Island 坐落于巴哈马北伊柳塞拉岛附近，靠近 Spanish Wells， 而 Jewel Point 就位于 Royal Island 西南部，是一块占地28英亩的半岛，通过一个狭窄的地峡与 Royal Island 剩余的402英亩土地相连接。这片独特的半岛被蔚蓝的海水和洁白的沙滩环绕，拥有 1.5 英里的海滨区域。岛上的植被茂盛，地形多样，巨大的海拔变化使其在360度全景下展现出从山峰到美丽私人海滩的绝美景色。您可以在半岛山顶俯瞰如画的绿松石湾，往南远眺，欣赏与之隔海相望的 Back Island。尽管 Jewel Point 尚未开发，但其所在岛屿已获批准用于建设度假胜地、码头和18栋高尔夫球场。作为开发计划的一部分， Jewel Point 已拥有完全批准的分区，为有意发展的投资者提供了独特机会。然而，即便不考虑进行进一步的开发， Jewel Point 作为一个完整独立的产权单位，也为寻求独特、私密居所的投资者提供了理想选择。值得一提的是，Jewel Point 所在的 Royal Island 已经有一个世界顶级度假村，这将为 Jewel Point 新建精品酒店吸引游客提供强大的知名度。而 Royal Island 上已有的基础设施也将有助于 Jewel Point 的顺利开发和建设。Jewel Point 是永久产权私人半岛，目前售价为1750万美金。如有兴趣，欢迎私信咨询。我们下期见。